来主无输赢，百年无输赢。来主无输赢，百年无输赢。关心大家所在意的书屋的问题哦，我们第一阶段的联署书的份数大概要送出2755份，那为了在方便宣传，我们对外都会说我们要收集到3000份的份数，那预计是年后之后缴交，那缴交之后我们会有2个月的时间来收集，那就是更多的份数，大概30000件。那今天我们就已经把格式准备好了，那我们记者会后我们就把相关的格式上贴在网络上。我们未来会跟我们的议员一起配合，我们就在各个服务处，我们都可以用邮寄的方式寄过去，会公布邮寄的地点，以及我们将来会在捷运站周边或是跟里长合作，我们进行接奖跟摆摊，那相信很快就会收集到3000张这样子的第一阶段联署数，那到时候就麻烦很多的士林的朋友有说，哎，自己的选区不知道是哪一边，那就是麻烦去我们上网会在公告关于天母跟南雅四分区的13个里，我们会在进行公告，到时候士林区的朋友可以来看自己是不是在那个里上，那你是不是有资格来进行罢免无效这个动作。